JMT 극장 투라 대륙 몰아보기 지금 시작합니다. 성혼촌에서 대장장이인 아버지와 단둘이 사는 당삼은 무공수련을 위해 산속으로 들어갔다가 거대한 거미와 마주친다. 眼睛瞎。 你连武魂都没有觉醒，居然能打瞎人面魔蛛的眼睛？ 按理说，能跟魂兽战斗的只有魂师。哎爸，您知道魂师吗？ 不知道在将来我有没有机会也成为这样一名魂师呢？ 당삼은 무운전의 추천을 받아 초급 혼사학원인 낙정학원에 입학하지만 학원생들은 당삼을 무시한다. 大少问你话呢，武魂是什么呀？ 蓝银草， 魂力多强？ 满魂力。 天生满魂力？ 那可真是难得。 你真的是天生满魂力？ 是被武魂殿执事苏云涛大人确认过的。 给我看看你左手的武魂。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新来的学生是吧？啊，我是副科生。副科生都住旗手，别在那瞎扯，浪费生命。我是这间寝室的老大，以后呢都要听我的话，明白吗？好的。来来来来来来，咱俩打一架，让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能耐。我不跟你打，我认输。七少。 격투 수업에서 당삼은 선생에게 자신의 남은 초를 지도해 달라고 하지만 선생은 학자가 되는 길을 추천한다. 将来学有所成，说不定能成为理论大师。你可以像老师一样，当一名教师，总会有用之地的。所有人都说蓝银草是废武魂。刚开始，我觉得任何一样事物都一定有它的特性和作用。可是经过这几天在学院的学习，每个人的武魂都有进步。 可唯独我的蓝银草跟之前我武魂觉醒时的状态一模一样，一点变化都没有。你有没有观察过这种草的天然形态？真的做到了！哇！哎呀！啊！ 당삼은 소진우가 생포한 혼수를 죽여 혼안을 얻는 광경을 목격하고 대사를 찾아가 혼안에 관해 묻는다. 那他刚才在干什么？拥有魂环才是魂师之路的真正起点。那他为什么要亲手杀？ 必须是魂师最后一击杀死魂兽，才能吸取魂环。谢谢你告诉我这一切。还有最后一个选择，我可以帮你获取魂环，晋升成为真正的魂师。今天晚上到这里等我。关门了。猎兽森林的买卖，100金魂币。我们没有钱。滚！ 혼안을 흡수해 강해진 소진우가 당삼과 소모의 앞을 막아서고 대사는 나산포를 시켜 만타라뱀을 유인한다. 내가 损失太大了，也许唐三就等着我们两败俱伤了。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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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紫极魔瞳，既然你不听我的，那就自生自灭吧。 당삼은 전류가 흐르는 철창을 열어 소모와 대사를 구하지만
남은 총 무운히 손상돼 버린다. 你一开始就准备让我死是吧？ 凌风大人，谁杀了大少？大少，说，谁干的？是唐三。这就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前面就是我家了。啊，爸，从这房子的情况来看，有一段时间没人住了。怎么可能？让我看一看武魂。 怎么回事？难道真的废了？不是真的废了，但也伤到根基了。아버지 당호를 만난 당삼은 다 그만두고 옆에 있겠다고 하지만 당호는 당삼을 대사에게 맡기고 떠나버린다. 大师会带你去一个适合你的地方，他是个很好的老师，你要相信他。还有一件事情，拜师。 如果你不想被任何势力所束缚，那还有最后一个选择。怪物学院，不论你是什么身份、什么秘密，学院一律一视同仁。那这个史兰克学院在哪儿？在索托城。这里就是玫瑰旅店。我们不去学院，来这里干嘛？对啊。史兰克学院的地址经常变更，要想进入史兰克，第一步。 就得先进入这家旅店，接受入学测试。唐三、关苏木、主角成恩、奥斯卡的威尔潘的那三山内瓦马瑟萨奥古，可得不能擦亮给卡国的一帕西尔梅通关的。小五，这阵就算死，我也要替我妹讨回公道。 别打了，你根本不是我的队友。你看，你钱也交了，测试也通过了，就干脆入学呗。可我不是来入学的。等你入了学，你很快就可以打败他了。也对。武魂殿的弟子，居然想加入其他学院。我只是旁听，不算史兰克的学生，不会让你为难。哼，旁听？没错。 대사는 당삼 곁에 있기 위해 사랑객하고는 남아 학생들에게 무운 이론 수업을 가르치기로 한다. 我可以免费任职啊！给大家介绍一位新老师，这位是我多年的好友，也是武魂理论大师。从今以后就由大师来给各位带武魂理论课。大师呢？几魂环？老师只有两魂环，让一个两魂环给我们上课。前面这个村子最近发生了一些怪事。 什么怪事啊？具体情况需要你们自己去问，答案也需要你们自己去找。我再强调一句，这也是你们的一次测试，结果如何将影响到你们在学院的成绩。你不跟我们一起啊？这是交给你们的任务，需要你们独立完成。好，走吧。好。 당삼과 소문은 村장님이 알려준 대로 무덤가에 가보지만 새로 만든 무덤이 없는 것에 의문을 품는다. 但是地上又没有基石，这跟鸡有什么关系啊？不是说好这两天躲着不出门吗？为什么不听话？这两天先别出去，等他们走了，你就可以出来了。打赢我又能怎么样呢？我叫朱朱清。啊？你果然连你未婚妻叫什么都忘了。未婚妻啊？ 당삼 일행은 마홍준을 데리고 괴물이 숨어 있는 곳으로 가고 대목백과 주죽청은 괴물이 나타나자 공격을 퍼붓는다. 白狐猎公布。
还在里面呢吗？在呢，屋子里还有一只，怎么描述呢？像一只鸡。好啊，好，成功了！村长，屋里那只鸡，就是马红俊的武魂。是。暗火生于虚空，传说中的凤凰。那是邪火凤凰。장삼은마홍준을구하기위해화염으로다가가고장삼의간절한설득덕분에마홍준은무운을거둬들인다你也想当魂师啊？我可以吗？小怪物，既然加入史兰克，就把这里当成是你的家。咱们呢，都是你的亲人啊。听说你找我啊？你是学院的院长？是啊。这是我爸给你的信。你爸让你加入史兰克学院？我行李都带来了。今年招生已经结束了，明年再来吧。我爸可说了，只要你让我入学，你欠七宝琉璃宗的债就全部抵消喽。小五，啊，赶紧带新学妹去寝室参观一下，熟悉一下新环境啊。당삼마홍준소문은대목백을따라투혼장을찾고마홍준은블락을유인하기위해변이모은을마구휘두른다이상태就释放武魂这里是武魂这里是风魂还要赔钱烧毁相关设施还有裁判也得赶紧治疗不乐老大斗魂场出现变异武魂了什么武魂全身是火，背后偶尔有影子浮现，像鸟一样。邪火凤凰，胆子挺大的啊！半夜跑到斗魂场打比赛去了，本地魂师小报都已经登上了。你们看，马红俊，昨天晚上几场比赛，感觉怎么样？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武魂，所以现在要帮你特训，你要想办法控制自己的武魂。戴沐白，你帮他训练。당삼과소문은불락을만나약에관해묻지만불락은마홍준을넘기라며오히려거래를제안한다晋升魂环没事应该来得及你放心啊我一定帮你解毒我相信你低头别往前面看七红花你们是什么学院的史兰克学院索托城的史兰克伯乐让你们来的还有大家一定要小心脚底下藤蔓土坑什么的一定要注意藤蔓救我오스카는자신에게딱맞는닭볕을공황뱀과마주치고난덕의도움으로무사히혼안을흡수한다再看巨猿快点赶这장삼은인면마주를죽이고혼안을흡수하려고하지만옥소강은저지한다能帮他吗只能靠他自己刚打得太疼了长三被打伤怎么办哎呦
옆지춘은 당삼을 찾아와 해독제를 주면서 당삼에게 자신이 속한 조직에 들어오라는 제안을 한다. 红军，对不起。我知道变异武魂幕后的黑手是谁。是谁？封号斗罗，唐昊。封号斗罗，而他也是我父亲。你父亲？受你们院长所托，今天开始，由我给你们上强化训练课。 如果有人觉得我不够格，不想上我的课，可以退出，我不会阻拦。接下来的训练一定会让你们变得更强，前提是你们能坚持下来。接下来就是第一课，我先警告一下，对有些学生会非常困难。 사랑객 칠교는 단체 정신을 키우려는 대사의 뜻을 이해하고 나고자 없이 무사히 훈련을 마친다. 老师，我们做到了。 不好意思，冒昧的问一句，你想要对我可爱的弟弟做什么？如果跟他作对，学院会招来灭顶之灾的。大家会和你一起并肩作战。听说你在索托城斗魂场的战绩不错，我给你5天时间，5天之后，我们斗魂场见。 你们七个一起上，如果你们可以赢我，你可以不用跟我回去；如果你们输了，史兰克学院从此解散。 옥소강은 보조개 혼사도 상대와 당당하게 대결할 수 있다며 오스카와 영영영에게 새로운 전술을 제안한다. 那你也别碰铃铛，可我不碰铃铛的话，速度就变慢了。咱们试一次吧。 奥斯克，宁荣荣，现在是改变他们陈旧观念的时候了，把你们这几天的努力展现出来。对战开始。我要你帮我杀一个人，他是我的绊脚石，你替我杀了他。戴维士身份特殊，况且首宗大人说过，我只是保护你。他差一点就杀了我。 好，戴维士的事情交给我解决。提醒你一句，他非常强。我也不弱。唐三은 대목백의 전술이 통하지 않자 다른 방법을 찾자고 하지만 대목백은 끝까지 자신의 전술을 고집하다 다치고 만다. 输了，我输了。斗魂场比试，出擂台者落败。好，你可以留下来。我们武魂城见。等等，什么武魂城？斗罗大陆魂师学院大赛，决赛见。从今以后，史兰克的指挥者是唐三。史兰克七怪的队长，永远都是戴大哥。 옥천왕은 대목백과 당삼에게 열을 안해 서서성으로 가 설청아를 만나라고 한다. 正式邀请唐三和戴沐白加入皇家学院参加比赛。哇塞，可爱呀，你们俩！经过慎重考虑，我们决定让你们去王都天斗城参加这场魂师的盛会。我们学院全体成员一起去王都。真的？穿过云海之巅。 光年寻见时，这什么情况？斗魂徽章，斗魂徽章，还是铜的。可是魂师为什么会被绑在这里啊？会不会是遇到匪徒了？我们尽快赶到西斯城，大家路上要小心一点。
당삼은 아버지 당우를 만나기 위해 흉신전대에 도전하기로 하고 사랑객 질교와 헤어져 서사성에 남는다. 按照你说的，你要在西斯城斗魂场挑战凶神战队。 什么声音？站住！站住！快点躲起来！快点躲起来！快快快躲起来！快！有事吗？我们是兄弟的客人。快，快，快进！你等等，有事吗？你进来一下。 特别重要的事儿，什么重要的事儿？进来你就知道了。快快快！你到底是要干什么？进来你看看这。我急着找人。唐三과 소모가 모래 폭풍을 먹게 하자 흉신전대의 대장은 마순학을 죽이는 것으로 시험을 대체하겠다고 한다. 你可要想清楚了，现在可是你唯一加入我们的机会。算我考验没有通过，放了他。 也没有关系，我要正面击败你们，把你们这种人赶出西斯城。挑战强者，少了我怎么能行呢？史兰克七怪是一个整体，大师说过我们要信任队友，替天行道，惩恶扬善，是我们史兰克少年正义的使命。来。 사랑객 칠교는 당삼의 암기 덕분에 흉신전대를 격파하고 주민들은 선물 공세를 퍼붓는다. 我把全城人都绑在这里，一个个筛丝结合。你们的使命已经结束了。叶大人，别杀我，求求你，别杀我，叶大人。 대목백이 사랑객학원의 학적을 포기할 수 없다며 천투한가학원에 합류를 거절한다. 他们暂时名列皇家学院门下，等大赛结束再回史兰克。刚才那个最嚣张的呢？就跟我吵架的那个，他竟然敢小看天斗皇家，我就要让他付出代价。一起上！这谁呀？刚到学院，就打了皇室的后裔。 如此顽劣凶悍之徒，怎么能受？要我说，这入学的事儿，就算了吧。九个红花，蓝银草，你是唐三。 유일용은 남패학원의 이름을 사랑객학원으로 바꾸고 원장 자리를 난덕에게 넘긴 뒤 자신은 일반 교사가 된다. 我听说刘老师已经把职位转交给咱们院长了，从今天起啊，这里就是崭新的一个史兰克学院。为什么不能报名啊？要先把欠款还清才能报名。学院欠了天斗王国的钱，关你们武魂殿什么事？这是你们天斗皇室特地交代的，不信自己去问。谁交代的？血腥亲王。 你制作的那个神弩啊，对我们辅助系魂师来说是特别有帮助的。我们宗门听说之后，挺感兴趣的。宗门应该愿意出高价来收购你制作神弩的工艺。老板，哎，我这一袋钱足够买你摊子上所有的兔子了。把这些兔子呢，都送到史兰克学院去。啊，行行行。有人最好了。哎，唐三呢？
상위 학원으로 찾아가 시연을 만난 당삼은 시연의 무원에게 조종당하지만 이내 정신을 차린다. 需要2000金魂币。可以。第二，我怀疑苍辉背后的昊天斗罗也被十年用精神系武魂控制住了，到时候您帮我捉住他，我来唤醒人。好。 这一根抽血，这一根输血，这样就可以交换了。他怎么了？这小子魂力不足，无法坚持全力运行。不要乱动！我要帮他。谁也帮不了他。我可以。 我可以把我的魂力传输给他。 독고박은 당삼이 독고 안에 독을 해독해준 것에 대한 보답으로 산중턱의 환상계곡에 있는 이중공간으로 데려가준다. 这怎么全是仙品药草？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小五，我们飘起来了。哎，小五，小五，你没事吧？终于等到你了，唐三。这是我梦里的声音。你到底是谁？我是你的母亲。前辈，我想跟您再做一个交易，我帮您解读，您帮我们学院闯进决赛。帮我解读？嗯。你怎么解？ 당삼은 대사에게 자신의 아버지에 관해 묻고 대사는 당삼의 아버지의 과거를 이야기해준다. 是不是当哥哥？试试不就知道啦？怎么试啊？你去亲他一下，就知道自己对他到底是什么感觉了。怎么办呀？老师他们能不能搞定啊？ 走吧，快去看唐三他们吧。不行，不许去。走嘛，你去不去啊？你不去，我自己去了。我去了。我是去盯着蓉蓉，不是自己想看。刚刚我和蓉蓉来看你们，结果他就被抓走了。现在院长已经追出去了。抓走了？谁干的？那人动作好快，根本看不清楚。你们刚刚大喊一声，出什么事了？ 사랑객 학원은 영풍치의 도움으로 무사히 훈사 대회에 등록을 마친다. 抓住他，是最适合你的魂兽。嗯，走，快走，快回去，回去，地血魔珠。你要用地血魔珠来晋升。 魂师学院大赛，天斗王国分区，今日正式开赛。还是让我来吧，我们辅助系也是很强的，我尽量帮你们消耗几个。接下来就靠你们了。 오스카, 영영영, 주주청은 경기를 이어나가지만 마지막 대결을 앞두고 세 사람 모두 패하고 만다. 史兰克学院出局一人，史兰克学院选手下一位是谁？ 史兰克学院获胜。晋王殿下，我让您失望了。这就是你们报恩的方式？我愿意接受一切惩罚。别让那个唐三活过今晚。
태타는 당삼에게 당호와 무운전의 대결을 이야기해주고 창의학원 배우의 봉우투라가 당호가 아니라고 말한다. 先从我这把老骨头上踏过去。 唐三， 解开精神控制，有很多记忆被唤醒，我才想起来，我一直被十年控制，不仅是你，我也是一颗被用过就丢的棋子。只有一个学员在那儿，残魂学院战队就我一个。 不用下去了吧？可以。你的武魂呢？已经出现了。두 번의 경기를 연속으로 이긴 사랑객 체계는 자만하게 되고 3차전에서 패하고 만다. 武魂叠加。 颜色也变了。史兰克学院果然失去意识，赤火学院胜出。赢了两场就已经瞧不起对手，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可唐三没这么说。嘴上没说，布置的战术却自信至极，完全没把对方放在心里。结果连对方的魂技都没逼出来，你们就输了。我们会更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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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会更强的。对。 怎么还不让出去了？最下面一栏空着，填上你的名字，繁星系团就是你的了。설성친왕은 오스카에게 사랑객 학원을 그만두라고 하지만 오스카는 혼자의 길을 택하고 사랑객 학원을 남기로 결정한다. 前四才能进入决赛，想去武魂城最保险的方法就是接下来的比赛。 全胜收尾，赢到底！你也吃过奇荣通天局，是吃过一只？这样吧，我收你为徒。游击战术第三种变化，试探性接触。我认输。为什么认输？十年老师看好你们。 决定让你们进决赛，既然进决赛，就要进前四。你们已经输了一场，今天这一战输不起，决赛见。사랑객 체계는 편한 마차도 마다한 채 지구력을 키우기 위해 걸어서 무운성까지 가고 당삼은 비비동에게 불려간다. 你就是武魂殿首宗。 应该还有双武魂昊天锤，你是唐昊的儿子，藏好你的昊天锤。比赛时不要让别人看见。我相信你的能力，有你的帮助。 我们可以一起让武魂殿崛起。比比东，我们要的东西不一样，我们的路无法交集。唐三과 대사는 무운전의 장서각에서 과거의 사건 기록을 찾지만 누군가 먼저 찢어가는 바람에 정보를 얻지 못한다. 大大哥，从小到大我都不如他。 我的武魂废了，朱竹清替你出头去找你哥了。滚开！这就是他的目的。他们给我下毒的目的。 就是为了这个，刺杀武魂殿首宗，比比东。嗯。
대목백과 주죽청은 무운융합술로 대유사를 몰아붙이고 대유사는 의식을 잃고 쓰러져 탈락한다. 真的失踪甚至死亡，我希望你们学院能幸免于难，找出真相。당상과대목백은호열라에게국투라가수상하다며수종에게알리라고하지만호열라는자기가먼저확인하겠다고한다这花还挺漂亮的呢这花是挺漂亮的这是什么地方？我们刚才不还在菊斗罗的住处吗？我记得我碰到了花瓣，就到这儿了。是魂兽的，这些已经接近十万年了，所以已经在开始改变了。找独孤前辈，明天动手抓菊斗罗。封号斗罗之战，去哪儿找他们？早就说好了，明天晚上在城里留下记号，独孤前辈会找我们。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跟苍辉合作的武魂殿内鬼，抓住他，就能知道昊天斗罗的下落。당호와제외한당삼은악행을멈추기위해당호를설득하지만오히려당호는당삼에게기권을강요한다不要动手！不要动手！爸，我是您的儿子。我们永远不分开。放弃挣扎，让我来帮你决定一切吧。就是你小子在背后指使这一切。你们知道的太多了。会不会是有人偷了菊斗罗的令牌，去了藏书阁？跟他关系最好的是谁？跟菊斗罗关系最近的是鬼斗罗。糟了，怎么了？先去菊斗罗那边。무혼전전투조의대장사월은당삼이만만한상대가아니라는것을깨닫고숨겨왔던오운안을꺼내보인다有我在。施兰克奇怪，史兰克仍然是大赛的冠军，把魂骨奖励给所有的魂师，小五除外。小五，子弹。꿈을향한여정을떠나다샤오잔선이의투라대륙아시아엔에서만나보실수있습니다.